人是很脆弱的，人的这个能耐啊，你能够在天地间显什么把戏？显不了的。但是先天地间要来对症下药，把一些的问题解决，也就刹那间就解决了。好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我经常讲啊，修行呢，看你要真修假修，都要真修吗？这样都要真修？有看四十五十送的举手。那怎么真修呢？讲好玩了、啊。哈哈。啊？前两天不是人家贴了一篇文章吗？四十五十送吗？什么梦见老人什么东西的，是吧？我经常讲，你要玩真还玩假？你要玩真，你就用玩真的步骤一二三，对吧？四十五十送，你真的去融入生活，是帮助谁？帮助你自己啊！为什么？因为在五浊恶世里，有太多的牵引，稍微那么一动就把你拉走了，所以你没有强烈的一个规范，你很难得成就，对吧？所以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都听不懂，对不对？ Terry， 你要不要开始看四十五十颂？没有了啊，明天要不要开始看了？可以，可以了啊、哦，我们恳切的哀求。我从头到尾跟我真的在学的，我从头到尾所讲的东西都真的吧，不是假的吧，都是对你有好处没坏处的，对吧？你真的真心，我们也别讲我们多崇高，对吧？你真心跟我混，后面应该有点光明大道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我们这个太没水平，不跟我们混，那就祝福你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能强求。但 so far 真正跟我们混的都还 OK， 那个半途就下车的，你再去做一些追踪，好像混的都不怎么样。他原来以为他说他 A 出去还可以找到什么更好的老师，什么更好的什么了不起的 XYZ 的，哎，出去都没找到，都往反方向走。这是我长期的在观察，心呢，出发心最重要。你就那么发那么一下子就变心了，这个质变呢，这个珍贵之处就变了。你将来的成就的这个道路的这个牵引就变了，对吧？你能够了解这里面的，人家以前那个宗教说是什么线的牵引，什么线，有没有？我们这里是线，因为跟我混，我们就把这个线啊牵，牵到一个好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好不好不是我说嘛，你的生活的境界有没有变嘛？这才真的嘛。我说你牵的多好，说哎呦没有感觉啊。事实就是事实，谁也别骗人，对不对？那真的是好的，那你就赶快进入到它的精髓之处。怎么精髓之处？就像那个人家写那个四十五颂那篇，还把那个四十五颂都放在包包里面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还特别去了解一下，你放包包里面干什么？辟邪还是怎么样？他说坐公车就可以拿起来看，哟，玩真的哦，不是玩假的，所以都要玩真的没有？嗯嗯，可是因为公车没坐啊。这种时候隐身的，对不对啊？你既然信，就信完整点。你千万不要三心二意，
信信不信，信信不信，那我告诉你，后面一定不信，你一定有因缘就走了，真实无虚。为什么？那个因缘来让你不信的那一刹那间，只是大家在较量，那个能量牵引你有多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有谁晚上睡觉把你自家大门打开的？有谁？没人吧？没人想不开吧？你那个信信又不信，信信又不信的，那就是把自家大门打开，等什么？等外贼呀，潜入就把你拉走。拉走的时候，你有无限的理由说爽，拉得好，这是我长期观察，刚开始都会有这样子，有百般的理由，真理由吗？错。那为什么当初讲的那么肯定？哎，现在的社会，现在的人界灵界很复杂，很复杂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能够抓住赶快抓，你也不知道你会碰到什么样的社会景象，什么样的灵界世界，对吧？